搭把东西，搭把东西，我叫你介绍，你介绍不出。消失，不是你知道吗？你去试钱呐、啊！我的去试啊！我去试去，我去测我的，你们在家测啊！哎呀，你跟他好气啦！我跟他去那个时间，他妈的要收档，我测试什么？试你的头，我那个时间还有老师。啊，随便让你去啊，去就去、啊，随便让可以了。讲那个炒那边的炒大面，那个就好，他们讲那个炒的就好吃，炒大面，懂吗？哇哦，好爽！啊，走到去看他妈的什么东西最多？最多人叫我啦！啊，桌子上最多人叫就最多样子都就大概是可以的。他要吃牛面粉糕，没有说要下去那个牛顿的还比较不错。牛顿。每次牛顿啊，每次我们吃那个了。哦，吃到火。嗯。我可以了。嗯。牛顿也可以啊。牛顿速度嘛。就这边话，我去隔壁的时候。嗯。因为牛顿是那个面粉糕比较可以吃，朋友。哎呀，我觉得我可以吃铁板面。铁板面他不能吃啊，有点辣。因为那一间大间的是想去试看，因为没有开张酱酒，没有试过吗？因为像如果你要改吃面包，大间那间也是有的。因为面包糕是很普遍的东西的，不会讲到会难吃到哪里去的啦。挺难吃吧？啊？我不好吃吧？哎呀！啊，他们是讲他那边的东西贵不了吗？那些租金高吗？那去试一下那个。嗯。骑过。这里的车屌到你。没有关系的哦，这两条路嘛可以玩。你的人就是很懒，你这一天到晚吃什么？自己找嘛，妈
来，妈的，不是没有电话啊，哎，鸡巴自己电话不会坑一下没？这样子放了，啊，搞错。哎，那边那边可以出到，那边可以出到你。不懂，小头再加亮。嗯。小头再又加亮是什么电呢？也是测的。啊？看不到我。哦，麦克风，麦克风。想出电来的。脚托会吗？
厌这种死投入的。嗯？讨厌这种死投入。难道他妈的他铺整条马路给你啊？然后铺这条整条马路永久？